我们问他跟你们最近气氛好像很好这样，然后你自己有觉得好像球队跟一开始开季的时候不太一样？不太一样啊，因为振宇换发型啊。有没有？就是换发型有差啊，就比较帅吗？对，他换发型都马上打一针打了。对啊，学长讲的很棒啊，我觉得他讲很好，我很喜欢他这样讲话，他平常都是这样。他还年轻，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的地方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很多东西还不懂啊，就是现在还是很多东西就是经验还没有到那么成熟，不像他。没有，我希望他们可以多问啊，很多事情可以问，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一样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不过我真的觉得他们不错啊，就是真的是在球场上的那种享受，然后又很投入在现在当下自己在球场上表现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那是包括我们已经可能打了四五年、五六年之后，我们也会想要去重新找回那种感觉的热情，对热情的那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在他们身上让我看到了我年轻时的自己，不是年轻时，是我刚进来的时候的那种。对那种感觉，对，没有，他现在比较成熟一点，他有点被我们就是拉回他可能二十几岁的感觉，对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对啊，你看，所以原本是怎么样？原本哦，一开始看到他就是老神在在啊，他其实现在其实也跟小孩子跟我差不多啊，就是他的心智年龄好像回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了。对，我是希望他可以再成熟一点的。没有啊，他是我觉得他很有潜力啦。对，然后就只是有一些更细腻的地方，然后还有一些身为职业球员更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可以再多花一点心思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他未来，谢谢，会不错，真的。谢谢。好开心哦，被称赞很开心，这样。谢谢你，这样。好了。